学古典音乐的，但是我却很喜欢马丹娜。其实原因很单纯，只是因为我在高二的时候就有很同学非常喜欢 Michael Jackson， 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他们好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那种喜欢的音乐、喜欢的目标。然后当时因为马丹娜刚好出了当年的 Ray of Light 这个专辑，然后我一听就非常喜欢，所以就从那张专辑开始，我就一直有在听马丹娜音乐，一直到现在。所以我觉得能够在这个事情这么执着，其实我也没想到，就是到了今年他出新专辑，我还是花了很多钱去买实体专辑。之前因为他来台湾嘛，所以有连续谈了一个礼拜，恭候他太后本人就是光临这样子。所以今天谈一个新的改编，然后这改编是结合了 Madonna 的 Like a Prayer， 然后还有他的最新作品 God Control， 然后加上我自己的《白日告别》的一个小小的片段，然后希望大家喜欢。